进来的朋友你们好，我是小宝，现在我们继续接上一个视频，在我们村五宝铺张大叔家鱼田坎边上发现这里有一个鳄龟洞，这个鳄龟洞里面有很多鳄龟蛋，你们看，现在我们就继续往这个洞里面挖。哇，你们看这个洞里面的鳄龟实在是太大了，应该有个几十斤。哇，又来了一个鳄龟蛋，哇，这个蛋也太大了，哇，这个尾巴都有这么大，这个鳄龟。我们现在继续往这个洞里面挖，我们今天必须把这只大鳄龟给挖出来，看看这只大鳄龟到底有多大。哇，在前面又来了一个，哇，这里面的鳄龟蛋实在是太多了，这个旁边还有一个鳄龟蛋，你们看，哇，你们看，这实在是太大了吧，这只鳄龟。我们稍后必须把这里面的这只大鳄龟给挖出来。